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基本上小鸡现在是联络不到人的，也还找不到人，哦，就是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样子。可惜我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。我靠，我头一看直播，我外婆、妈妈，还有哥姐，我出来了。我要我开这个直播想让艾婆跟我妈还有所有哥姐，我就想要录影存证。我身上所有钱都被他们拿走了，30000美金，包括给司机的钱跟旅费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都是我自己自作自受。我不怪谁，我怪自己而已。我总是拿自己的身体生命在拼命，这我的问题，这都是我的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要先回饭店，我要先想办法回饭店。